我只问你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当我第一次看到住在对面的那个女孩时，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认识你。加拉，我想擦掉我的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我说我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杨洋，你住院的时候到底看到什么了？你是谁？问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拥有一个夏天。